表皮有点微焦，咬一咬之后会有肉汁爆出来。一口饭一口肉。软软嫩嫩。表面煎到金黄酥脆，里面入口即化，超大块，充分锁住鳕鱼里面的原味肉汁，再搭配上一点生洋葱。这份是鲑鱼。香菇保有它原本的水分，又跟这个酱汁超搭的。洋葱配饱满，有点淡淡的九层塔味，很下饭。三鲜牛小排，牛肉的原味，好吃。这边是我刚刚点的主餐附的青菜，然后现在要一起吃。先吃个高丽菜，它有炒出高丽菜的甜味。
吃个巴沙鱼，很嫩。完美的收尾。这样是2210。2210。有吃饱吗？有。你上次吃那么多吗？就是有时候吃比较多一点。好，那我的肚子现在就是长这样。拜拜。